未来十年，马云、马化腾、任正非谁可能是中国的首富？马云的话，主要经营的就是阿里巴巴，然后任正非就是华为，马上5G要出，马化腾是腾讯游戏，是吧？任正非的5G虽然推出会带动所有的经济，但是我觉得他带动的同时也把马云带动了，所以马云应该会更有钱。我觉得马化腾吧，因为他不是腾讯的那个老总，然后现在不是那个腾讯大王卡什么的可多，就办一张什么卡，然后腾讯所有软件都能用，他的就是软件体系肯定也会发展的越来越多。是任正非，因为他的5G产业会有很大的发展。那你觉得马云、马化腾这三个人给你的印象是什么样的？马云就是很兢兢业业，马化腾就是他的游戏做得很好，王者荣耀等游戏做得很好，人们都会不断地往游戏里面充钱，所以我觉得他会是世界首富。